曹大人，四是认识藏风五刻中的沐风客邹天墨。我本是西年四相门掌门之女。至于你说的什么邹天墨，哼，他哪里还配得上我爹赐的天墨二字？陌上桑岩披荆棘，求天墨。这字儿看样子是可惜了。曹大人是西年曹掌门之女。 难怪四相门之变后，掌门之女下落不明。为活命，也未查清当年究竟。四相门之变是当今四相门掌门西汉云一手操纵。西汉云一心寻衣冠难渡前，中原武林所藏秘法，竟为入北地寻其私心所谋之物勾结金贼。事发后又暗害我爹，还以我爹诬藏妖孽为由，污我爹名声。 我倒为何武林中士屡屡泄于外敌，果然是有人勾结外贼。唉，为侠者兵刃染血，不为家国之意，却为阿扎混沌奇力所谋，令人叹息。哼，有什么可叹？我一路而来未见什么侠客，所见皆是见利忘义之辈，否则，都是何人的手染了我余家满门的血？ 是我爹一行亏欠了你余家，你们欠我余家36条性命。于西，你怎么？于姑娘，到底怎么了？有话好说。咱们这一路上也算是同生共死过，以往你与曹大人也有交情，现在这话还没说明白。这是我与他的事。 我家亏欠于家，我早知会有这天。于西，你一行曾助我良多，我无以为报，至此本该以命相抵，但无名尚有未完之事，恕不能没于此。于西，你如何想？这是我与他的恩怨，与你们无关，让开。 因果不爽，果真如此。因果，因果，我余家独守于世，便长兴之叶落，叹竭尽之飞灰，为何就落得如此下场？天道回旋，生民欲焉，余家奈何？元霜下令，分权秋废，丧乱齐国，荒古无猎。 我满门血债，谁来偿？罢了，天下欠你余家的，今日无名先偿。唯愿今日之后，地脉之事不传于金贼之间，我便不负于将军。去死吧，于西。 余家满门，也再回不来了。那没事了，于西，我们上吧。于西，此处便是赤练园中心了。此前屡有相助，在下不甚感激。
如今赤练渊中尽为中原武林之辈，但此事与你们无关，我也不应牵累你们。二位可于此等待，至期间事态消匿后再进入其间，取你们所要之物。若阴无邪能安然得出，定与你们一同去寻小昭。山高水远，二位珍重，告辞。于西，你看他都进去了，要不咱们……阿良，你还记得人断离的话吗？ 雄伯十妹，藤简十不祥，懒猪十臼，伯奇十梦，强梁祖名共识者死计生，汝不及去，后者为良。这曲子出自先汉傩志，颂唱的是一世的十二名追恶凶兽。若人断离说的是真的，这些中原武林中，说不准混入了什么人，或者说…… 什么东西？九夷天尊剑不知有何用途？与其让此物落到不知根底的人手中，倒不如让殷少主持位。阿良，这次我们确不可置身事外。行吧。地脉之能已具，九夷天尊剑是否在此处，就看一会儿了。这儿可真热闹啊！ 怎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退下。正儿，没想到你孤身一人，却还是能追来此处。剑是我殷家丢的，无论如何我也会找回来。而今掌门你带着我武林中人在这儿聚着，人多口杂的，若是找到了剑，是不是就成了我殷家当年动了什么手脚的铁证？哼，殷少主。 当年你爹娘不是为政见却已不存于世而远走，如今我们倒不妨一争。休得放肆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正儿，人不过图个念想，而今大宋偏安，朝廷无北望之心，时局如是，武林若再无北上之念，我大宋江山如何？ 我大宋百姓当如何？这天下又要如何？你爹娘当年一心为殷家正名，离我天玄门，他们为殷家，可有想过我天玄门？衣冠南渡，我等终不抵时局难迁，我天玄门正是百废待兴之际。所以你在怪他们，师叔。多少年了，你到底？ 还是又叫了这声师叔啊！上一回还是你下山那年递的那杯酒。师叔，当年你说过的，打败了你，我方可下山。正儿，中原武林群龙无首，斋女不过是，哼。而今唯此剑方可号令群雄，挥师北上，覆我山河。不过是你的野心，殷兄得此剑不也一样？ 殷家曾失剑，何况血脉一事，难得人心。提什么血脉？藏锋五克而今只剩四个。你邹天墨身上不也流着一半金贼的血？所以，我只是邹武。当初我替武林之众借曹掌门人头一用，来势不可阻。唯如此，方得与金贼勾结之西汉云的信任。 剑便在那处，拿到与否，便看众望所归。此剑似是已具神魂。殷家后人，武林群雄。<笑>我诞于七日炎窟无边废焰之中。
锋刃既开，便该试血。奈何见邪时日少，不见天日者众，出鞘之日也未必得偿所愿，实有违兵刃本性。不好，快走！这剑怕是以为赤炼渊下戾气所染，今日要沾血了。气灵尚未完全与所附之物融合，先行打散此物躯壳。你们的九夷天尊剑还是来日再说吧。剑石里面师叔可还记得昔年下山前的那杯酒？正儿，这柄剑是我给你的。师叔，但我会有更好的。哼，休想！正儿，小心！师叔，不好意思，承让。我输了。此生我必不再为他人手中之剑染血与否，只我自行抉择。嗯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镜花水月空欢喜，到底不过一场空。师叔，你知道吗？当初下山前我递给你的那杯酒，其实我挺后悔的，特别是这几年越想越后悔。当初少爷我就没想到你还真就喝了，早知道，嗨，我知道，但你是殷家人，我喝了那杯酒就如何都还是你师叔。老狐狸，果然是师父教出来的好徒弟。剑碎了，你们怎么办？找了这么多年，终归是一场空，还是挺失落的吧？也无妨，剑在，我等守大宋河山；剑不在，我等亦如是。我们是宋人，这是什么都改变不了的事实，与其他东西无关。不过此事确实会引起些涟漪。这样，你们先行，我对左右嘱托一二，稍后动身追你们，咱们一同去找小昭。好。